个完整的大学 full fashion master， 所以 Raman 学业呢，从2013升的学院到进入第六个年头，那么当然他的这一个条件、师资、设备这些都要符合。可是有什么分别吗？就你 OK， 刚才有人提，刚才有提到讲说这个会变成 technical university， 然后那个 U 大变成 academic university， 你们会这样做吗？啊，其实这两所都是在我们创设，所以你不可能说让它同样的东西两边都一样的，你就应该包罗万有，这些它的强项就应该给拉曼大学，但是有一些属于本来是拉曼大学学业的强项就应该给它去学。未来还有很多科系，据我所知呢，20年后的科系啊，65%现在还不存在，所以你的整个市场是非常大的。也换句话说，未来的工作，今天有的工作，那么未来不一定会必有。现在的科系，大学的科系呢，20年后用不上场，所以我觉得我们要不断的去更新，而且呢提升自己，然后这种变化是一个。全球的一个趋势，不单单只是马来西亚。那这个会变成啊，你们会主打这个大 UC 什么强项？这本来就是一个，你看，第一，它的上空筑基，全世界本来就在那个 exam center 就是在这 ACC， 全球伦敦。